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维他命 C 你不知道的秘密。哎，维他命 C 都有秘密的，有吗？啊，这个是一个话题来的，所以很多人是忽略了，因为毕竟我们几块维他命 C 又不是很贵，经济的东西大致上没有什么好料，是不是？OK，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吃的维他命 C 跟外面的维他命 C 的分别啊，大家要不要听呢、啊？大家听了、啊、打两个八来一下，鼓励一下。哦，这几天我心情比较没有这么高潮，要吗？OK，好，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啊，没错，OK，维生素 C 其实重不重要嘛？重不重要？其实很多人感觉到有可有可无，是吗？啊，这个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啦。哦，我们再看一个不普遍的东西，它有什么秘密呢？啊，这个就是你看啊，它很普遍。维生素 C 在全球的市场总体规模很普通的东西。21年的全球维生素 C 的市场规模预计为37.5亿美元，美元呢、啊？整年它有37.5亿美元啊，这么普通的东西可以做到这么大的生意，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可能？我平时我都没有测，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吗？这个生意37.5亿美元啊，还有它还在增加，这哦，维生素 C 全球市场总体的规模预计2029年可以达到42亿美元。你看，他每年都好，我们不要讲你拿一的0.1%，你都是可以退休了嘛，对吗？哦，这么大的市场没有没维他命 C 真的可以没？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看那些维他命 C，哎，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哦，是有嘛？真的，这比生意是有问题是，同样一句老句，老话就是跟你有关系嘛，是吗？如果我们平时还是消费，在外面有消费维他命 C，也是跟人家关系，跟我们没有关系嘛。而这么维他命 C，很普通吗？它为什么可以制造这么大的生意呢？当然有它的原因啊，这个是市场的那个调查。其实这里写是全球前九个生产商啊的排名啊，前九大家懂什么意思吗？前面那九间那全世界啊，排名啊，这个就是它排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越长的就是最多咯。而再看一下维他命 C 整个 market 整个市场啊，中国占了80%市场，基本上我们外面吃的维他命 C 全部来自中国的，你不用跑了。哦，包括很多所谓的韩国公司的维他命 C 都是原料来自中国。中国曾经垄断全世界90%的市场，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哇，这么厉害没有？维他命 C 罢了嘛，哦，啊，排名第一的是 DSM，你们有吃过吗？这个维他命 C 吗？DSM 啊，这间公司它是排名第一咯，它是来自英国的，所以看98%是中国啊，这个肯定是中国吗？这个国家应该不是啊，它是英国咯，哦。它还是保持第一名，还是最大的销量啊！啊，讲一下那个维他命 C 的故事啊，抗坏血病的故事，维生素 C 的前世啊，这个就关于那些航海了。以前1940啊、1950那些啊，讲故事是这样讲啊，他们打仗出航海的人，他们中了一种病叫坏血病，整整400年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等到几时呢？大概这个是历史。等到就是这些是坏血病哦，坏血病就是我们讲，有些人的牙齿很容易出血啊，也是算是坏血病之一啊。在17世纪到18世纪，坏血病是海军知名航程的重大健康问题，这个很重要。他们甚至啊，他们去打仗啊，战争的时候死了才10多个人哦。但是回到国家，就是病死的人呢，整千多2000个，就是坏血病。你讲严重吗？严重吗？
哦，哪吒没有办法，怎样来研究出来呢？啊，他们就看到很奇怪，他们的队长那个船长啊，船长就很奇怪，没归中的归中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士兵中那是为什么船长不会中呢？啊，队长啊，啊，原因是队长吃的东西好像他偷嘛，吃的东西比较宝贵一点哦，水果什么都有嘛。我说，所以开始他就来研究，肯定是水果里面或者什么东西，他就分几组来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啊，就研究到一组人就是吃酸的东西咯，好像橘子之类啊，哦，变成酸了，哎，吃了5天，哎，可以做工，什么都好了，所以他就懂水果是可以帮到他们在遇到这个坏血病。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维他命 C，维他命 C 还没有诞生呢，他只是懂水果里面。讲当时呢，啊，是在1937年，其实是在1928年。这个哪个诺贝尔奖的人研发出来？他叫做被葡萄牙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发现，他能抗氧化、抗自由基，包括有美白呀、单板的功效咯。所以他1937年拿到这个诺贝尔奖，他研究到什么东西啊？他就是在辣椒里面分离出一种物质。它与柠檬中的抗坏血病因的因子完全就是配合，哦，于是就将它名为抗坏血酸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维生素 C。后来它因此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奖，就是维他命 C 的名字是来自1937年的，大家了解吗？啊，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什么是维他命 C，这个是它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很好听啊，大家也是要了解一下，不然吃维他命 C 不懂它历史。我们吃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历史里面，所以你懂它历史，你也懂为什么它可以一年里面可以做几十亿美金呢、啊？不是马币啊。OK，看，重点是现在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缺乏维他命 C 呢？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本身啊，你有没有精神黄酸呢、啊？哦，集中不到啊，好像满身淤青呢、啊，包括牙龈出血，牙龈出血。哦，掉牙齿，甚至就是这个皮腱呢，很容易累啊，很容易累，包括常常发炎有吗？你们有没有每天生拗事啊？哪里都生暗疮之类啊？包括失眠，还有肥胖，你注意看，包括不开心都跟维他命 C 有关系的。你们有没有缺乏？你们自己研究自己啦，再来看一下。那么维他命 C 为什么我会缺乏？原因是很简单，其实动物界里面人类是不会自己合成维他命 C，还有这几样动物，哦，猴子啊，那个这种栗鼠啊，包猩猩之类，我们自己不会合成的。我们要怎样来这个维他命 C 呢？很多人讲我今年没有吃啊，不用紧，哦，有时你吃到水果还可以补充到。如果你完全没有吃到呢，你就好像出海捞青了呢，甚至到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维他命 C 我们一定要从外面吃进来的，哦啊，这个你看了，又一中华男打羽球摔猝死，你们看过吗？有没有看过这些报纸啊？这个是最新的，刚刚的，哦，打羽球啊猝死，你看这个医生讲啊，突然40岁以下猝死呈上升的趋势，医生讲什么？或者突真体内火所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猝死心脏啊血管的问题哦？还有最重要的是，看起来很健康，怎么会因冻猝死呢？你们了解自己的心脏吗？所以我们真的不懂我们心脏到哪里了。现在哦，很多人现在跟你谈话，等一下突然间听到的坏消息来了，维他命 C 又跟它什么关系呢？其实缺乏维他命 C，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高，哦，这个是2011年的报告，维他命 C 对于我们心血管也是很重要的。来看一下，这个是健保跟维他命 C 哦，它是含，这个是我们的维他命 C，大家懂吗？有吃过的吗？你们有吃过的这里哦，所以没有吃过，你们打2个5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这里人不多，25个，所以没有吃过我们的维他命 C，打2个5来看一下，有吗？没有哦，全部有吃过哦。可以的话，你们真的每天要吃，最少2粒啊！因为维他命 C 它是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形成跟抗氧化。再看一下，全球首次维他命 C 的生产
是 DSM。刚才我们看到嘛，98%真是到98%是中国生产的，哦，剩下18%是外国，而第一名是谁啊？DSM 是吗？对吗？你们看到吗？刚才放出来的哦。现在所以我们要懂啊，我们用的维生素 C 的原料是来自于这一点的，它是1934年的 DSM 公司，它就是在已经80多年了，它也是第一间维他命 C 工厂。啊，这所以它保证我们的维他命 C quality，我们有这个认证的品质顶级原料，所以也是很多人跟我比较，哎，你这么小，我觉得好，我这里反应真的很棒哦。但是也是有时候在 tricky 啊，哎呀，你都没有颜色啊，甚至讲啊，你们怎样啊？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了解，他们认为维他命 C，因为我们的公司还不是很出名，他们不懂。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人呢、啊，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是我们的福气啊，因为我们吃全世界第一件也是最好原料的维他命 C，所以他吃到效果很棒。有些是胃痛的人呢、啊，吃为什么吃你们维他命 C 不会胃痛呢？啊，这个就是 formula 原料的问题。我们是，如果他没有这个的能力，他没有可能在全世界里面拿到第一名的销量的。这个就是他强棒，和还有我们是没有纯化学的。来看，健保和维他命 C 呢，它有5种的核心，就是第一，人体中必需营养素维他命 C 啊，第二是抗氧化养颜呢。包括它也是首次的第一间 DSM 的维他命 C 哦，包括它纯英国产，我们是纯英国产，无添加物。你看啊，维生素 C 其实它又是称那个抗坏血酸呢，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C，它是水溶性的，吃多你喝多点水，它是从水里面排出去的啊，不会残留在我们身上的，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具有多种的功能，包括。什么功能呢？啊，它是抗氧化，它很强的抗氧化。抗氧化里面很多人也不懂它要来做什么了。先，抗氧化就是简单的，你想快老吗？不想快老，你吃多一点氧化东西啊。所以抗氧化就是调转了，给你没有这么快老。包括如果你有白内障那种人呢、啊，哦，为什么？因为我长期给氧化嘛，你吃维他命 C 够，你的白内障啊，老人家都没有这么容易中这个白内障。因为它可以减少对细胞的损伤啊，包括第二，它可以免疫系统的支持，维生素 C 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系统的功能，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少感染风险，像 COVID 之类哦。包括胶原蛋白的合成类，像小麦嘛，吃很多胶原蛋白，猪脚、鸡脚都好啊。基本上你要懂，你吃这个有没有帮到？我不懂，你缺乏维他命 C 也是帮不到你。只要你蛋白质够配合维他命 C，它都会产生胶原蛋白的哦。不是所谓华人讲吃脑补脑，吃猪脑补人脑啊，越补越纯啊，是不是？重点是哪里？我们要懂原料是怎样来，维他命 C 是很棒，你们真的可以保很棒，它会保护我们皮肤、骨骼、血管，然后它可以帮忙铁的吸收。你贫血啊，你制造血不够啊，维他命 C 很重要的。补什么都好，你不可以缺乏维他命 C，它是促成 supporter，然后就是它可以抗疲劳。你每天很累啊，哦，维生素 C 是有助于减轻我们的那个疲劳，可以提高身体的抗压能力。所以我们很多人懂，哎呀，你一天吃这个不要多多什么，你不要发脾气，你发脾气你就不叫2 gram 的维他命 C 啊，因为它会。需要维他命 C 是工作会 support 我们这些的。如果维他命 C 不够啊，等下很多问题出来，有什么问题来看？如果维他命 C 够，它可以帮忙我们瘦身减肥的。大家想不想？想了哦，想减肥又不要减这个减那个，但是维他命 C 够，为什么嘛？维他命 C 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漏碱漏碱是帮我们将肥油进入线粒体来燃烧的。如果今天我们维生素 C 加强了，它会使我们的合成那个漏碱呢，可以促进脂肪代谢，加速脂肪分解和燃烧。维他命 C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关键的哦，它可以加速我们左旋漏碱将那个肥油代谢去我们线粒体里面燃烧。这个你们的维他命 C 够吗？自己去量一下。但是也不是吃很多很多，基本你都要2粒了。我们的维他命 C，再接下去你们看一下，忧郁症。
忧郁症很重要的，忧郁症跟维他命 C 也是重要的。你们想忧郁症吗？当然不想了，也不懂了。很多人讲不想了，但是心每天都是自己懂了，有心无力了，行尸走肉啊，是不是？可以的话，你加强维他命 C，维他命酸下去，人会心，你感觉到好像比较兴奋的，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肾上腺、我们血清素、我们的多巴胺。维生素 C 既有提高机能、免疫能力，还可以缓解紧张情绪的作用。生活在现代的社会的上班族，容易受到忧郁、灰心那种啊、疲倦啊、不安等负面情绪困扰，所以多吃维他命 C 的食物能帮助改善精神状态。有些就是讲多吃，都忘记吃嘛，所以吃好的维他命啊，我推荐几颗的，因为它是全球首见的，也是全球最好的维他命 C。啊，这个大家最近每次你都看到了哦。OK，猴什么？这个是？猴痘症是吗？大家哦，因为真的大家现在都开始怕了，马来西亚又担心是吗？OK，其实橄榄树可以在体外有抑制，猴痘病毒复制的传播的。哦，当然它这个病毒会变种，但是干扰素也是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角色。什么干扰素是什么呢？大家很 confused 吗？它不是维他命 C，而是干扰素。干扰素是我们体机体。受到适应的刺激时产生的一种糖蛋白，它的功能不是直接杀伤病毒，而是通过诱导宿主细胞产生鼠种酶，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或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起作用。另外，干扰素还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包括你们伤风感冒啊，干扰素就会产生。诶，为什么吃维他命 C？维他命 C 又增加你干扰素，可以压制你的伤风感冒。所以看到新冠病毒，大家懂吗？曾经很流行的维他命 C，为什么？因为维他命 C 它就是可以促成使干扰素在体内大量产生。不是维他命 C 针对那个COVID，它是增加那个干扰素，从而可以增强免疫功能。预防各种感染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是维生素 C 是被上海啊这个监委列为唯一的预防新冠病毒的药品呢，因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干扰素嘛。哦，这个，那它是这个是上海的那个报告维他命 C 啊，而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其实这在10年前，2012年，美国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发现人的干扰素可以，在体外抑制猴痘病毒的复制和传播，并将那个研究结果发现，就是《病毒学》这个杂志里面有，它可以给它增加干扰素。但现在呢，现在其实它在一名变种嘛，但是干扰素还是在我们的人体有一定的贡献，这个我们不可以忽略。你要加强你的干扰素，你要吃维他命 C，维他命就是有这种的功效。所以看人体中的必需营养素维他命 C，我们本来说必需嘛，必需是你吃什么东西你不吃，我不懂，但是维他命 C 你一定要吃，因为你身上不会制造，这个很重要的。而现在人就忽略了，忘记吃，还是不是很贵就不用吃，是吗？搞错了，你是必需，你们懂什么是必需？它必需什么？它是增进体内组织成长。促进铁的吸收、抗氧化的作用，不想老，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东西是老化嘛，它是抗氧化。维他命 C，如果你再加我们 MSM 啊，其实它是美丽的好帮手。你有一些侧颜美，这两个配的，你有吃 MSM 吗？一定要配维他命 C。你要美丽吗？你要配维他命 C。像不想美白啊，你要吃维他命 C。你想不想胶原蛋白不够了？你要吃维他命 C。我没有骗你的，维他命这么棒，你们不吃就很可惜啊。我们又很经济，还是钱是最棒的颜料，是不是？家人健康的首选，和我们是无二氧化硅，没有硬脂酸酶，我们也没有 SB，我们没有装在那个盒子里面，包括我们是没有合成香料，我们没有找制试剂。什么是找制剂呢？我每次问人家维他命 C 什么颜色呢？其实大家懂吗？维他命 C 什么颜色？橙色咯，是吗？黄色咯？为什么？其实骗小孩子的嘛。
因为它放盐是嘛，酸酸的，你们看到吗？其实维他命 C 是没有盐是的，那么它盐是哪里来的？啊，有放点颜色给你看哦，一定颜色你睇呀，是不是？眼睛是这样，你看到很爽嘛？其实维他命 C 是没有颜色的，我们也是，哎，你们为什么这么酸，没有甜的？因为维他命 C 都是酸的嘛，我外面吃的维他命 C 很甜的，外面吃的维他命 C 很甜，当然了，你们都不吃维他命 C，你们吃。糖，它给你爽不了嘛，是不是？就好像是咖啡一样，哎，你的咖啡苦的，我的咖啡甜的，咖啡都是苦的嘛，你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糖甜嘛？我的巧克力是甜的，你是糖嘛？所以维他命是酸嘛？为什么它要加糖给你好吃罢了，但是不是对身体好的嘛？所以我们没有加甜味剂哦，我们是 pure 是纯，大家真的要了解。那么怎样吃几多呢？你们得空我才。有缘你问我了，基本上每天2粒最少。哦，刚才我们讲了哦，其实2粒2粒是多少？一粒是400，2粒是800嘛。哦，五粒就是2000，是吧？5粒就是2000。你吃五粒，你不要发脾气啊。如果你生气骂孩子，你就不见了2 gram，就是不见了5粒了啊，你的维他命 C 就用完了啊。所以尽量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产生很多氧化，很快老。开心就好哦，骂人不一定要用心情的，自然就好。大家真的要学这个，OK，哦，这个是我们没有这一类东西了，没有五毒哦。然后就是这个是配搭，把健康带回家。谢谢大家哦，分享维他命 C 到这里啊。